拜大师前辈，就是发哥周润发。那今年呢是发哥入行40周年，那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拍港片的他，也是在这个如此具有纪念性的时刻回归香港影坛，拍摄了港版的贺岁片，来看一下。9月5日，周润发、谢霆锋、杜文泽等人出演的贺岁片《赌城风云》移师到澳门取景，还拍摄周润发与吴承君于泳池旁。